阿密特的好朋友，惊奇四朝男的首席大来宾张惠妹。Lollipop F 首挑大梁担任节目主持人，节目首席来宾就邀请到天后张惠妹。不过担任节目主持人的首要条件，就是面对尖锐的话题都能勇于发问。所以 Lollipop F 对阿妹是否能有话直说呢？我会先问我自己，我过不过得去自己那一关，或是再称称我在这个公司的斤两，然后我就会说，好吧，那就算了。很会讲，所以你是不会问吗？我不知道，我要等一下看看斤几两重再。威廉展现机灵的 EQ， 化解尴尬危机，而阿妹对于将在好友黑人与范范的婚礼上有机会遇到前男友何守正的敏感问题时，她态度是显得落落大方。不会啊，都是朋友。对。那身边有那个好朋友，像燕姿啊，然后范范都陆续传喜讯。恭喜，是不是要问我是不是那个顺其自然，对，Lollipop F 的主持节目处女秀，除了有天后站台，师兄罗志祥也送上花篮祝贺，我小猪也不忘在贺词上对他们下马威。搜狐的播报，台北报道。